杨氏太极刀，杨氏太极刀与杨氏太极剑同属杨氏太极拳类型的短器械，它来源于杨氏太极拳，其演练方法和要领要求以及风格特点与杨氏太极拳基本上相同，有部分刀式与拳式不仅名称相似，而且动作架势几乎一样，在家配以钢刀更显得刀姿潇洒利落，神态威武雄壮，其表现形式又别具一格，以区别于太极拳与剑。练刀要领以太极拳术实要为准则，结合刀法要求动作规范准确，强调整体协调，纯以腰腿带动，臂随伸转，腰随臂动，体态安然自如。刀式以口诀形式命名，其中包括多种动作，变动较大，不易记忆。由于套路短，在家部分刀式类似拳式，穿插在刀式之中，练者可以借鉴以助串联。主要的刀法有砍、剁、劈、截、撩、扎、刺、缠、扇、拦、划、划、刮等。Thank you.
现在呢，我们介绍这个啊，演练这个太极刀啊，太极刀。现在呢，我先拿着刀啊，给介绍一下。这个刀呢，它也是属于短兵器械啊。这个刀的本身呢，这是这个就叫刀一了啊，这是刀环，这是刀把，这是护手啊，护手。这呢是刀身。刀身呢，它分开三部分，上半部、上部啊，中部、下部，前面是刀尖儿。这个刀呢，跟这个剑呢又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呢是单面刃，啊，剑呢是两面刃，啊，它这除了前面啊这是刀刃了，这是后边是刀背，啊，刀背，这么是平的啊，这么走呢也是也称之为立的。啊，是这称为利的，这是刀的本身啊。这个刀呢，它这个演练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基本要领啊，也都是以这个拳的要领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但它呢是拿器械了啊，
他这个刀呢，做出来动作呢，一般形容啊，威武雄壮，啊，这个气势很大，气势很大，做出来呢很漂亮的，啊，做得很漂亮，但他这个套路并不太长。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，他说他这个不以这个什么呢，你像拳呐、剑呐啊，他这个名称跟这个动作啊，是这个基本上是吻合。你比如一个动作，比如叫这个篮球尾啊，这几个动作啊，或者单边啊，这个他这个动作跟这个都差不多。这个不是，他不是以那个那个啊那个形式出现，他这个以什么口诀形式啊？他的口诀形式就一句口诀，他比如说第一个，上不欺心，退不跨虎，啊，就上不欺心啊，跨虎交刀式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腾挪闪展，意气扬，啊，他这包括了很多动作也是，啊，左无右盼两开张，摆合两支五行掌，他分13个口诀，他以口诀形式出现的，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分别呢，给同学们做一个介绍，一般都是左手提刀，啊，提着刀，啊。一般呢是都是日啊朝外的啊，背朝里的，这么给提上来啊，不要弄成这么提上来，看就有点别扭了啊。哎，这么提上，哎，比如到这儿来了是吧，到这儿来一般的演练的时候啊，他还以右手啊握刀啊，他跟剑又有点不太一样，他拿着刀啊先交到了左手啊，左手握刀的时候，他跟剑呢多少又有点不一样，他是满把抓的，啊，满把抓，拇指呢搁在肩膀刀把的另一端啊，这四个指头啊在另外一端，他握的就满把这么抓着他，啊，注意这个刀啊，刃朝前，啊，刀背也是挨着你身子啊，你不要拿这个刀刃挨着你身子就看就不合适了啊。虽然咱们现在一般的呢，用这个刀也好啊，这都属于体育用品，都没有开过刃，虽然没有开过刃啊，你做出也要注意的啊，这个毕竟呢，这个东西要不注意啊，很容易这个出事故了啊。这个特别是在集体练的时候，人多的时候啊，注意安全啊。第一式七星跨虎交刀式，七星，哎，中心用右脚里扣，拿方向先找着啊，右脚呢走向那点呢东南角，哎，然后重心右移，坐稳右腿呢，拿左腿慢出去，它不是一步成型的，它是很分的两步走的。打开脚以后呢，这为什么拿左脚打开呢？因为这下边还有动作，所以它是重心前移，哎，提起右脚向前慢出，同时啊，在这个步走的过程中间呢，他这右手就握拳了。啊，握拳当你左脚慢出去上步以后，那右拳呢就跟练这个啊上步七星锤一样啊，提锤上步，哎，给它击出。这个手握刀了，你如果拳的话，他说两手握拳向前击出了，他这个跨拳以后呢，直接拿拳伸向正前去，哎，做好左腿撤右腿，翻过拳，右拳拳心向上，随着重心后移，右拳跨起来，做好右腿，拿左腿伸出去的同时，哎，两臂呢上下拉开，摆到这儿呢，哎，好像这个练拳里边摆合两尺，哎，摆合两尺。这个完了以后，啊，它叫交刀式。交刀式的时候，它是这么做的，啊。这个做的时候呢，就是腰带在由正前，哎，向右转身，打刀就可以了，啊，腰带在啊，右臂垂下来，
左臂呢提着刀，啊，由下而上，随着身子带着他，由左边到右边，到这时候正好你交到哪儿了，就交到虎口这儿，啊，这正好你这么走过来就可以了，啊，这时候看呢还在看在正前方，啊，正前方，啊，这个呢就叫七星跨虎交刀式，好，再做一遍。七星跨虎交刀式，哎，拿刀交过来就行了。第二式，腾挪闪展意气扬。下面呢，这个口诀呢叫腾挪闪展意气扬，啊，你看他这么走的啊，腾，哎，出步，啊，拿刀啊向前推出去，来推出去，啊，挪，打开左脚，啊，两臂随着重心前移站起来以后，两臂左右两次展开的就可以了，闪和意气。阳啊，推刀，倒腿撤步，上步，哎，再推刀，哎，好，停。这个做的时候呢，啊，好，杨军，您再做一下，啊，动作稍微慢一点啊，腾，先上步，哎，随腰带他，拿刀啊推向正前方去。哎，这是一腾啊，挪的时候呢他就站起来了啊，站起来的时候呢面很前向正东，所以这个脚啊得打开啊，挪，打开脚站起来，两臂左右分开，闪，哎，这个动作好做，哎，打住就可以了，打住就行了啊，这个手呢就搁在这个啊，这个刀内侧斩，哎，这个落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右脚落地以后他不打出八字吗，啊，打出八字，他这还有一个重心前移的时候平的还刀啊，平的还，哎，还过，当你左腿慢出去，右手就翻刀了，翻刀往前刺的时候啊，他直的往前刺，刀往前刺，这个鳖要往旁边推，同时呢弓出一腿，三指啊一定要协调啊，你看他做的啊，重心前移，腰带平缓出步，哎，刺的时候刀向正前方，左手向左侧给它推出去，他向左边先劈下来，哎，重心移过来啊，慢右腿提，提刀呢指胸前，然后啊随着弓腿呢向前给拿刀啊给它推出去，哎，这还没完，一气扬还倒个腿，哎，左脚垫步倒腿撤右腿，拿刀啊再收到胸前来，紧接着再给它推出去啊，第三式，左顾右盼两分张。
的重心向后移，那右左脚啊向里扣，下边就要踩成马步了，扣过来，重心移过来，啊，这个左手啊就达到提起，啊，提到一般呢就提到上方来啊，在面前就可以了，啊，两开张的时候刀向右侧给它劈，啊，由上而下劈下去，左臂呢张开的，啊，这个比较动作好，比较简单，啊。这是左顾右盼两开张，啊，左顾右盼两开张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遍。左顾，哎，扣脚，移重心，哎，两臂张，张开它就可以了。第四式。白鹤亮翅五行掌，坐腿儿，左臂啊环着身前啊，坐腿的漫步，哎，向左侧漫出，啊，这也要打开八字，啊，左臂环过来，随着重心移过来，提刀，啊，提起，哎，由下往上撩起来它，撩起来它，啊，撩起来呢，这个动作还没有完，啊，没有完，好，下边走，重心后移，刀环上弧劈，啊，走，啊，提上来。然后呢，漫步的时候两臂前后张开，啊，这个好像咱们拳里边扇臀背，臂也推出去，虽然是弓步，上身是正的，在这个里边要求呢，就是刀啊要平，这个臂要伸直它，伸直它，不要做啊，一般的刀呢是在平的啊，这个右臂要直，一般高这儿呢就算拿这个五行掌啊完成了。但这个白鹤亮翅呢，它跟拳里边是有些出入的啊，跟那个拳里边白鹤亮翅它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，它这一个口诀带着这几个动作。第五式。风卷荷花夜里藏，他是先着重心向后移，啊，腰带左脚靠梗扣啊，身向右转，转到这个左脚转135不能转的时候了，拿重心呢向左移，然后呢逐渐的又倒到右腿上，这时候要打开右脚啊，这个方向啊要走入什么呢，要走入西北角，哎，然后呢左手啊要搭住这个刀环这啊，逐渐呢站起上身来，拿刀啊给它翻过来啊，翻过来给它刺出去，给它刺出去，哎，就走刺哪儿呢？刺入这个斜角来，啊，刺入这个斜角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啊，它叫风卷荷花夜里藏呢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扣过来，转过来，坐回来，哎，打开右脚，左手搭刀环啊，站起来以后呢，翻刀刺出。哎，向这个后脚再刺出去。第六式，玉女穿梭八方式。
由这个右侧的时候转身，那左掌啊给他朝这个西南方向推出去，然后左腿落腿要打开八字，因为他这没完，下面还要上木连续上，哎，所以重心前移的时候，哎，这刀啊变成刀背朝前啊，他这个时候呢要盘头走啊，好，上木盘头上木再上木，哎，然后呢左臂好像捧起来啊，右刀呢给他劈下去，哎，这走的方法嘛就是这样，步子呢就连续步走啊，再做一做，好，转身左掌推出，哎，下边左腿落腿注意打开八字啊，然后这个刀呢就注意了，随着重心移啊，使刀背呢朝上，然后呢注意盘头的时候，这个刀啊要捋着脊梁背走啊，捋着脊梁背走啊，紧接着的时候呢腰带再悠悠，哎，朝前方给它劈下去，哎，朝前方劈下去，劈完了以后他说重心后移，哎，还有个搭道过程，左臂缓下来，哎，收回来，提起腿来，再长步啊，拿刀啊，哎，再给他推出去，哎，这一个角这才完成啊，才完成啊，好，连续做一遍。玉女穿梭八方式，哎，连续做走，哎，连着走三步，然后拿刀再推出去，好，下面做第二方啊，他重心后移，哎，腰带左脚扣，这个脚啊跟那个全力女穿梭一样，这个脚呢要扣到正北去啊，好，然后转身重心移动，初步跨刀，哎，拿刀啊跨刀跨前以后呢，左掌给他推出去啊，推出以后啊，好，往下走，下边重心后移啊，他有个环啊，拿右脚收起来以后，初步的时候这个脚啊要指向正东啊，指向正东，平的重心移动，平缓翻刀，再慢左脚朝这个左斜角这儿给他刺出去，哎，他是这么刺出去的，然后呢他也有个收刀啊，重心后移，哎，刀啊搁到这个左脚背这儿啊，然后呢朝前给他推刀推出去，这是第二个啊，这是第二个，好，你再由第一个再转再做一下，好，我们做的第二个重心后移，哎，转身坐腿初步跨刀，哎，拿刀跨起来，环刀的时候注意的啊，重心后移，哎，右脚慢出朝向正东，重心右移，哎，平缓刀翻刀上步，哎，给他刺啊，刺出去，刺出又还没有完，还有个推啊，重心后移，哎，拿刀收回来以后啊，刀背呢还是搁在小背这儿啊，刀这儿，然后上步呢再给他推出，哎，上步推出啊，这第二个，第三个做法跟刚才那个做法基本上一样，他说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扣过来坐回来，哎，向右侧慢出去，好，走，哎，拿刀啊划过来，划完了以后跟那一样啊，还有个环刀，重心后移，拿刀收回来，搭刀啊，重心前移，平缓刀上步刺，哎，这个刺呢都是往上刺的啊，都是往上刺的，这是第三个，这个还没完啊，还有个推刀，收刀回来向前推出，哎，就完了，嗯，这最后呢就是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扣过来坐回去，转身跨刀，哎，拿刀给跨起来，这个呢就是玉女穿梭八方式，到这儿，哎，就算完了。
第七式，三星开合自主张。他要三星开合自主张，重心右移，提起左脚向左侧哎迈出去啊。这提起刀来以后，左臂呢去皮，然后呢使个刀啊搭住这手心这儿，这个刀走正的啊，走正的。好，重心呢前移站起来，刺出去啊，朝正面刺出去。刺的时候呢，左手呢给它向左侧张开的就行了啊。这里边有一个动作，底下边是什么呢？它有个跳步，刀头跳步啊。你看他跳怎么跳啊？好，走，坐腿弹跳，哎，拿刀跨起来，他这么做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叫杨俊呢，再拿做一遍啊。三星开合自主张，轮刀跨步。哎，拿刀啊再给它跨起来就行了啊。这个跳的时候呢，好，叫杨军呢转过身来，搞正面给你做一做。哎，三星开合自主张，轮刀，哎，刀头跨步啊，拿刀再给跨起来就可以了。第八式，二起脚来打虎式。二出步啊，拿左脚迈出去啊，左手呢交刀啊。这个左臂呢向你去，拿刀啊交在左手上啊，交在左手上，然后重心左移，站起左腿，提起右腿，哎，脚迎手，手迎脚啊，哎，正前给他拍拍完了，拿腿落下来就行了。哎，这跟拳里边练的那个基本上一样，你会拳就会这个了。哎，下边打虎式就按着拳的做，哎，重心后移做第二个，腰带左脚扣，哎，两臂垂下，哎，两臂环起就做出来，这跟那个拳的做法完全一样啊，完全一样。好，由杨军呢再做他一遍。
二七脚来出步，哎，交刀，站起拍打，好，走打虎，哎，重心后移，出步，换起，啊，这么一般刀的速度比较快一点，比较快一点啊。这个路子呢，就是跟拳的路子完全一样啊，请您呢做的时候呢参照的拳就可以了。第九式，披身斜挂鸳鸯脚。这个披身斜挂鸳鸯脚呢，也要踢到哪儿呢？也要踢到正中。所以呢，没动之前，啊，第一步先拿左脚打开，哎，伸向左转。哎，拿刀啊，给他走上弧啊，走上弧，然后呢，重心移过来以后，拿右拳呢给收到身前，然后站起来，高点拍，咱这个拍啊，跟那百连脚有点分别，百连脚是打响，这个不用打响，你拍出就可以了啊，拍出就可以了，啊，这叫鸳鸯脚，啊，鸳鸯脚，好，再做一下。哎，注意打开左脚，好，打开左脚，好，伸向左转，哎，拿刀啊，就跟蓬过来的一样啊，蓬过来，哎，右拳还过来，哎，搁到这个刀的里头啊，好，站起来，哎，也有这么拍的意思，拍完之后拿腿拳过来，哎，拿左臂啊给它取回来，啊，取回来，这下一步呢就紧接着握刀以后就走下一个式子了，就顺水推舟边做稿。第十式，顺水推舟边做稿。啊，坐腿落腿，重心前移，使刀背向下啊，好，重心起右移，跨步。倒腿儿，盘头，上步，哎，给他跨刀，他是这么走的啊。好，再做一遍，这叫顺水推舟边做稿了。哎，拍完以后，啊，好，坐腿落腿，哎，落地以后刀背朝下，随着重心移动，跨步，哎，这时候呢刀提起来，还走这么的走盘，啊。盘过来以后跨步出步跨刀就行了啊。好，再有让您坐一坐，好，顺水推舟边做稿。哎，第十一式，下士三合自由招。好，重心左移，拿刀啊，哎，取在身前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左手啊，正好搭着这个刀背这儿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右脚再成虚步。成虚步，啊，紧接着上步，哎，打八字，这都得连续步啊，都得打八字啊，都为下一式的做好准备的，都是打八字啊。然后呢，重心前移，平缓，哎，紧接着呢，他左脚又打开了，因为他还没完，下一步才完呢啊。好，走刺，哎，上步呢，给拿刀给刺出去就行了，这个就叫下士三合。自由招，啊，下了张自由招。
第十二式，左右分水龙门跳。